等一下，好好等你啊。好了，来，好啦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继续玩。Yup。纪元的咖喱饭。咖喱饭生存。咖喱饭生存。咖喱饭科技生存。我们上次呢，挖了很多宝。Yup。挖了很棒的宝。什么东西啦？你们在干嘛的？没事，突然想笑。好看近远各种被烧死，我愿意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没有你说，现在雨停了，你把那个蚂，有蚂蚁吗？蚂蚁出来了，一只是这里吗？是有一只哎、欸，两只、哦，你旁边还有两只哦，来赶快，哎、欸，有龙啊，有龙，哪里？那个，你看，奇怪的。他会怎样吗？不知道，你接近看看。啊，他攻击你！他会攻击你！他122滴血，赶快啦！你赶快砍他！而且他有水，那个他有啪啪声哎、欸！他有水声，他有那个啪啪声。对，然后不知的，啊哦，他会帮我抬起来。我要先去蚂蚁世界。哎呦，有故宫了！哦，快蚂蚁传中我！我进来了，你也来了吗？去哪里了？我进蚂蚁世界啦。跳，我也，我是看一下有没有宝物之类的。点个蚂蚁就可以去蚂蚁世界。那我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戳蚂蚁就不吱一下，然后就死了？你看人的啦，看人的。去啦，看人的啦。我们去找白龙的。那个，我这边好大哦。等他一下吧。你有没有发现这边的树都很大？是很奇怪，对，然后有一棵很特别的树，它是整个全都是钻石砖做的。那哪找啊？其实不难找啊，只要稍微 run 一下，就是在附近逛一下，应该就会遇到它了。啊，它上面有一只龙啊，我跟你说过，它上面有一只龙，要小心不要惹到它。我们就是呛它的东西，我们就人就快闪。确定呛得到吗？应该可以，我们在底下慢慢挖就好了。我不知道在这边地图有没有它，要找一下。刚还在跑头又打、嗯，等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等等，那个牛有这个卡的有没有牛？哦，它是苹果牛，它就会掉苹果。有皮吗？哎、欸，对哦，会不会有皮啊？看看，有吗？有皮吗？哎、欸，有肉。都没肉。哎、欸，有皮。那就砍。有掉。我们把这边牛都砍死。带回去。我们正在缺背包哎、欸，皮要几个才可以做一个包包？9个，不，8个。哦，看到了，最基本的。Yep, 就基本那像箱子做法。哦，有点大。奇葩的树。好，我们继续走，看看。哇，这树真的是有够大，大到荡。哎呀，大到好荡哦。我们朝牛的方向走。没有一个什么金色牛，金苹果牛。哦，当。哎，哇，好多哦，棒哦，嗯，很棒，慢慢走。那个世界有多大？非常大。等一下，麦吉，如果你来的话，我们没办法 TP 回去，我们就要等到有找到蚂蚁了。好，我在地下种煤矿。好、哦，种煤矿。就那个啊，煤矿。哦，好烫哦。我在想要不要慢点再来。你要等它读取完吗？对啊，我等它读完再来好了。好。好大哦！那我继续在这边搜寻看看，我找到我再叫你。找到你再告诉我。嗯。在哪里？那只龙还在，妈的！啪啪龙。啪啪龙。啪啪龙。他在强奸女朋友。你怎么知道？
哎、欸，那应该女朋友会赢哦。我好像没什么反击。他妈遇到枯工，妈了个蛋！对，我有金苹果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不要隐藏你自己。哎呦！我不记得他有“哎呦”这句话。我被射了吗？哦，你被射了。啊！啊哦，好大、哦，天哪！哦，你不会大哦。还好，只是要走慢一点。就挡挡。哦，椰子树都长出来了。看着地图，看有没有办法遇到它。我们就挖那些矿，我们都不用那么辛苦了。毕竟也是宝石嘞、欸，它是整颗都是砖哦，超棒的。Yep. 我哎、欸，要不要先做补给压麦机？补给机比较重要吧？补给对啊，补给机比较重要。那回来那是救命的东西耶、欸！哎、欸，蛋糕长蚂蚁了啦！我们吃一半的蛋糕，你看旁边有一只蚂蚁，那边蛇来蛇而已。捏死它！我捏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变蚂蚁了。你可以变啊，然后你就会透视，因为它太小，会破土。会哦。你试试看。我记得我当然在玩的时候，它会破土，因为它太扁。而且我还可以爬墙哎、欸。Yep. 白蚁可以爬墙、yep. 可是你在下雨会死哦。都在哪里？下雨的时候你会死。会哦，因为那个蚂蚁会因为下雨，因为雨滴太大，它就淹死了。好，你出去。好，静远，你出去。我不要上你的当。去。有吗？没有啊。我关掉了。没有，我有淋到雨啊，但没怎样啊。没有怎样、哦、啊，应该是我是人的关系吧。你有变成成蚂蚁吗？我变白蚁。哦，你变白蚁啊，扁扁的嘛，小小的。对、啊、很扁啊，很小啊。啊，你没有被淹死哦。那应该是变人的关系。我还没找到哎、欸，天哪，好难找啊。哎、欸，我们有挖红石吗？我这边、欸、有啊有，我记得我有挖很多啊，在那个箱子里面，你翻一下。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。我现在要先做救命用的那个补给机。补给机，补给机，补给机，不知万能的补给机。哦，超万能的，所有东西都能修。对，所有东西什么拍档骨虾什么都能修。那补给机的合成表在哪里啊？靠，你不是会做吗？啊，死掉了！哦，淹死了！我变成蝴蝶，然后掉进……掉进哪里啊？掉进水里！我死了！水就挂掉了。蝴蝶太……你是……等一下，蝴蝶太扁了，好蠢哦！你是碰到水就挂掉了吗？对，因为蝴蝶太扁了。哦，我要变得高一点的东西，我再。你怎么变成枯工干嘛啊？啊，枯工比较高啊。但你也变成会飞的吧？对，我就变成蝴蝶啊，会飞啊。那是泡水就挂了、啊，就没办法。我墓碑、欸，我可以把我墓碑敲掉。墓碑有东西吗？就自己死掉的东西吧。哎、欸，在哪里呀、啊？哎、欸，麦吉有玫瑰花吗？有这种东西呀、啊，要外面找。哦，哎、欸，还不是有光吗？我的东西不见了！不，你的东西全不见了，不见了！哇塞力，还好，反正你们挖很多。哎、欸，你哎、欸，白，你身上有线吗？就空了、啊，都没啦、啊。哇！那一条线怎么做？它那个好像要发射器耶，麦吉。我不会做那个。没有啊，要线啊！你那边有线吗？没有。
哇哇，散不出来了。重点不晓得那个羊毛能不能变现啊？不行。不是，我记得有些模组可以。你试试看。那有鸡，鸡还戴了一个帽子，纤维可以变现，然后再就是蜘蛛网，就这两个。没有啊，纤维是什么的东西的纤维？工业大麻纤维。工业大麻，工业大麻哪找啊？好像是要合成出来。是哦。怎么办？那你去找蜘蛛啊。好难找哦。一定要找到他，蜘蛛应该都在洞窟里吧？没有，因为我现在看附近地图都没有看到蜘蛛，那怎么办？刷赛啊？怎么办？样板？怎么办？样板？我到现在还没找到，我也还没找到那个整棵宝物的树。哎，我们刚去那个港口有看到线吗？没注意。你可以去试着跟村民交易看看。没有啊，那边的村民不卖线的。那他们卖什么？卖死。他们都卖物资啊。他们有鱼哎。就卖生鱼片、苏西什么那些的。苏西。呀，苏西。没有钱买不起羊毛，没钱买不起。见你就吃大便，怎么这么难找？四根线可以变成羊毛，但羊毛可以变线还是不行。它不能倒过来，它倒不过来。不能倒过来，它只能线变羊毛。Yes。哦，我需要蜘蛛啦。哎，有红花，摘几朵。然后送给女朋友，她就会变成你的。不要害我，你俩害我。我挖到那个工业大麻种子，工业大麻，拿回来种，拿回来种，种种种种种。你挖那个地上草地，就会掉一个。有机会掉。我反正我现在先想办法搞定那个吧。看到大螃蟹哦，真的很难找，怎么那么难找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家前面出现了一只大螃蟹？哎呦！靖远，你要去挑战吗？不要，装备。嘴谁在那？挑战猎黑啦！水水在攻击，水水在跟他 PK。我知道，那水水在咬他。水水，嘴蛇啦，水水，看谁会赢。麦吉大麻种子给我，他知道怎么种啦、啊？好问题，你可以种地上看看。你用那个厨子把它挖一挖看看，看能不能种。他是种在这个农耕地吗？哇！我放弃，我走不到。哎、欸，真的种在农耕地耶，但是我怕那个村民把它挖掉。哦，那螃蟹上来了吧？彩色的蚂蚁耶，哪里啊？蚂蚁这里啊。哎呀，好大、哦！把它关起来吗？彩色蚂蚁要把它杀死吗？是怎样？不要！这里啊，那不要杀死啊！等一下，我先把那个。我刚刚说干嘛？大麻种子啊啊！那一团卫生纸被小白丢掉了啊！要施肥，用你的卫生纸施肥，你的啊，你的啦，那是你的 ，you， 那是你的卫生纸，你用它施肥会烂掉啊。家里明明就有一支线。哪里？一条不够啦，还要再两条。我要做一把弓，然后做发射器啦。
彩色的蚂蚁，没有骨粉，来进去，他会进去吗？不知道，确定吗？除非找到中介珍珠有没有，然后用重力枪把它吸起来，就一只哦，还是要去彩色蚂蚁的世界？我去去看啊、哦，再去啊，慢点再去，去吧。哦，出发，确定？下载下载地形中。我不想去，因为好淡哦。哦，我来了。哎、欸，我为什么河边那边多鱼、就是？哎呀，什么？什么东西？有一个大蜘蛛。来来来，我过去你那边。你可以 TP 我。然后他好像在交配。不是，他在爬，跑跑跑。你们被攻击啦、啊！我飞高高的，我还好。然后靖远不见了。靖远，难道靖远？为什么靖远躲在土里啊？那我躲在土里，我在这里。你在表面吗？生化世界吧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一个村民，他穿生化装，哎，好像是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房子不太一样，而且他们都是盖那个那个工匠的感觉。铁制的机械零件，好像是一个工业的地方哎、欸，做工业地带吗？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，貌似是的。他们还会自己，他们还会自己盖城堡哎、欸。但是大蜘蛛几滴？在那边，在那边。我看一下他血量有多少。300滴，我看算了。你刚刚在挑战他吗？哇，300滴耶、欸，而且他距离超大的，他一直在喷那个白白的东西耶、欸。白白的，他一直喷呢、欸。然后他现在在，他现在在那个，我要想办法盖过你的话，他现在在欺负村民。啊，算了，我还是不要靠近他好，我先闪了，太痛了。我一只小蝴蝶，就一滴血而已，被他摸一下你就飞了。我还是不要去太靠近，一定会挂得很惨。哎呦，降魂锁，哎呦，这有灯，降工匠点。哎、欸，这里哎、欸，嗯，喂，你要不要来我这边看？我又来到奇怪的世界了。快，赶快，你来我这，你来。T P R Go， 怎样？看，这个灯可以带回家做装饰。等一下，把它摘下来、啊。有掉下来。这个箱子里面有这个电零件，这个可以干嘛？哇，问你、啊，可以做好多东西哦！问你啊，这个可以做很多东西，你都要按 G。那你给他带回去啊！好啊，看你以后不用了。我想要挖这个熔炉，我想把这个熔炉挖回去。他们的熔炉比较好啊。没有，就不用做啊，因为我们到时候还是要，就是需要这个熔炉来熔东西啊。好，我的红色蚂蚁跑哪些？我是一只小小小小蝴蝶，想飞也飞不高。这里好多蝴蝶哦！我看到那只蜘蛛，它在泡水。我现在没有拔刀剑，对付不了它。我断线啦！那你崩溃了吧？我断线，我重新进游戏啦。我刚跑图跑太快，然后就断掉。我回来了，定位的。我先在这附近看一下。啊，我对吼，附近村民我看一下有没有卖线好了，或者是看他有没有怪物会掉线之类的。没有啊，那只有蜘蛛而已啊。哦，不过这个村庄还蛮大的哎、欸。我回到这是原本的世界吗？哎，对，我回到原本的世界了。回到原本的世界。嗯，哎，哎，应该是吧。摸金苹果牛，飞高一点，免得被攻击。哎，我可以做一张那个了，床吗？然后呢？当那个了，然后可以那个了，然后有很多你胖的啊、哦。啊什么？没有啊。欸、你说什么？没有啊。屁啦！你有讲话？没有，我没有讲话。
不要装死好不好？哦，就哦哦哦哦哦哦厉害啦！哦哦什么哦？我读了发誓，我这边就发现一大堆牛啊，就是没有那个蜘蛛。哦，不要伤心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你是怎么把那个蚂蚁给弄到家里面的？在问麦吉。对啊，就开门啊，等他自己走进来啊。真假的？就开门、啊。你还真有耐心呢。哟，你那个耐心太强大了。真的是很有耐心等。好吧。既然这样，我也没话说了。反正他都进去了。哎呦，哎、欸，钢锭、铝锭，换那么高级的东西哦。还有机械铁链的。我决定我要在这个地方再搜索一下，我怎么都找都找不到。上次玩那么好。要不要帮你？哎、欸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我这，你过来我这，你进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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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来啦！你在呼叫谁呀、啊？你啦，垃圾白。我更不想来。好啦，快点啦，小白怪啦！等一下，你遇到什么？这个箱块，你有没有看到？箱子里面啊、哦，皮肤。按 Shift 点，你按 Shift 指它，它可以做轨道炮、左轮、矿车、气球、挖掘机。到底是什么啊？这我不会玩诶、欸，确定 ？I don't know， 我就没看懂才会叫你来的啊。这我也不太懂啊。啊，那穿塞没人会养生，没差。啊，问阿桑，我要再去那个黑黑的蚂蚁世界，我一定要找到那个宝物吗？那个宝物树。结果这一整集都要找，因为我还没爬上去，先被龙给嘎下来。我就想偷偷挖它下面啊，挖它下面。我没有说什么。不对，你讲的话我真的是简直都不想接，你知道吗？挖他雇的那棵树的下面的宝物，那棵树下面的宝物，然后就会有宝物。哎，对啊，宝物。哎，有书柜要拿回去吗？他可以，好啊，你反正你有挖那个附魔台啊。对。但是我没带斧头啊！哇，你是组长！挖了吧！耶！因为我刚唯一的斧头好像丢进岩浆里了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对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呀啦！如何把斧头丢进岩浆里面？按 Q 就进去了，求教学。哎，又要怎么了？又要当了吗？找不到哎、欸，真的是真的找不到哎、欸，好惨啊！别让我当了，可能近期要自己用心挖了。啊、我这边挡机了，要等一下，我要重开。怪物跑起来了，外面真恐怖。哎，对齁，我要去村庄里面找洞野虎啦。他有没有个拔刀剑拿来用？拔刀剑不是要合成吗？没有，那个有些村庄你可以找得到啊，有些村民也交易得到。哦，那个合成很麻烦欸。哦，我放弃了，我这一整集都要找东西，我找不到。还是先回来发展一下工业吧。因为我现在整个要重跑、欸、TP 回来了，你有没有崩溃？没有啊，小蝴蝶的冒险旅程这一集就要结束啦。我啊，不要不怎么了怎么了、哦、怎么了啦，我的发我死掉了，变什么东西啊？不，哪里呀、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死掉了！金元不在，有精英怪。啊，银总，你要出来吧，银总。我把他给砍死。在哪里？顶得住吗？等下我快要进来，我快要进来了。好硬哦，而且我打他会掉啊！他在烧。
不，它会发射炮弹。会会会会。炮弹。我死掉了，它会发射王八蛋。而且我的、oh. 我的哇，好痛哦！登陆无效。先不要出去好，好恐怖哦。登陆无效，你要麦块整个重开。我是哎呦，我还是一只蝴蝶啊、哦。哦、天哪，他在那边，我不敢看他。那精英怪就是他身上会有冒泡泡啊，彩色泡泡啊。对啊，然后他就会开始释放、隔墙打牛，被他 K 到了。反正麦吉这个世界的怪真的各种奇葩，太可怕了，不要出去。所以我们还是在家当肥仔吧。哇，好哦，那我们下一集就继续当肥仔咯。肥仔 OK 就是这样，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回见。肥仔拜。你才肥仔，你全家都肥仔。我全家就我一个人而已、啊、不要难过，不会好不好，不要伤心，我们与你同在应该吧，可以OK 就这样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